我是醋醋，今天是我闭门不出的第七天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想要吟诗一首。去年元月时，花市灯如昼，今年元宵节，地上两颗葱。本想做个葱爆羊肉，但今天已经吃了五顿。我看了看自己的双下巴，决定开始运动。最后送大家一句：非常时期，宅在家里，视频三连，病毒不见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必胜。